不会是我，会啦会啦，很难选，绝对不会是我。得奖者是豆哥。不行了，走掉了。好强哦，插不进去啊，插不进去啊，那你放弃好了，欢迎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还输完了，率先入住豪华神殿帐篷，来，姐姐，一声一声姐姐，姐姐，我想喵喵喵，喵喵喵，不好意思没有了，这没了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哎，哎哎哎哎，有吗？有这个字。招招，哎呦喂呀，哎呦。这种字我只能赌，我先赌这个啦。我先赌这个比较有可能的啦。好，这个好像没有吗？没有，女者呢？女者，女者没有。应该没有，有忍者，哎，他亏你，他说有忍者，哇塞，你现在唱忍者，这个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残念，好了，要回去了，少伟哥这张是一张宝，那该不会有皮吧？女皮，不行，你已经要回去了，回去回去，以乐，好难哦，好，身材姣好的脚，等一下，录到十二点了。来，因为不是这个形状，对了，不是长，不是这个形状，字都凑不起来哎。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这个哎，好像有这个字，赌一把，果。来，有这个字吗？有这个字，怎么念？鹅，鹅，这样啦？有吗？没有，来，请回。我这好难哦，我到现在出两张而已呢。就这张啊，这张我，哎，刚才有人应该可以拼了，把握的把，把握的把，对啊，有这个吗？有吗？有，拖拖，也是念拖，那不用了，恭喜过关，不好意思，我过关了，这样也可以，哎呀，哎，那个日本人。先过关了汉字的题目，啊，因为他是用猜的，恭喜佑兴哥跟丰田都可以入住神殿帐篷。小哈，你那手上一定有可以拼的啦，扳手的扳，要不要回去等下一轮？没有，这没有这个字吧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有长很像的，但不是这个字。怎么这么衰啊？好，来，请回座，王轩。
来不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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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不及了
好了，手长脚长啊。来，这个字，手长脚长。有。嘿嘿，哎，哇，那我只能再赌这个了。嘿嘿，有没有这个字？有啊。手。手者，手者，手者没有。刚刚女者没有，现在手者也没有。赢了。哦，这运动员都知道投手的头打盹没有，这个确认一下，手字旁臀，对，打盹还真的有，请继续。他把我那个盖掉了，真没有啊，这是什么？问有，我要再赌这个，这个不可能啊，放看看吧。羊，飞扬的羊，对啊，这个怎么也考虑这么久了？随便啦，我忘摘啊。有这个字吗？没有，请回座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个手部的已经没有了。拜托来一个好不好？拜托来一个字好不好？来一个字就好了。蜜字旁的蜜，快加油！这张了，这张了。三点水，机会，没机会。来，放上一个很符合哦，澄，澄清的澄。他过了啦！哎，你不要讲话。李登财，还有先谁过了？气的气，又丰田。哭泣的气。这个字有吧？只能赌啦。那边没有钉子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没有这个字吧？没有，请回座。听牌了，听牌了。应该最。我先过了啦，借的。钱。还钱哦。刚刚立旁边有机会可以放点什么的，被王轩堵起来了。这有啦，这个这个。好，左，哎，不是左是两点。是这个不敌还是什么？左，左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那我再赌最后一个喽。不然呢？魔流没有，没有，来，请坐，一样听牌。好嘞。哇，大家都听牌了啦。你也过了吧？没有。他还差，他还差。哎，这好像很熟悉。这看起来好，谢谢老板。来，好了，回座。当跑主，谢。我们也只能赌了。有。三个忍者，这个字怎么念？主。恭喜。但是现在还有豪华神殿帐篷只剩最后一名席位。光阳的阳。又是小哈，而且点一名你就可以过关了。对，他那个副娃呢，我也可以，小哈也可以过关，我都过不了呢，所以不能怪别人呐。恭喜我们四位可以入住豪华神殿帐篷。其余老班底要入住的是自大的野营帐篷，恭喜！等下去看你们了。哎，你这个，你会不会跟敏瑜睡觉的次数比你跟老班在第六，在第六集我就怀孕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够。哎，来，小阿走吧。带戏全员。老鸟带新鸟的，对，怎么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呢？好不好？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桌子进步了，越来越棒了耶！哎呦，有在进化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两台这个东西？这个是宪哥的那个卡拉卡拉 OK， 在日本吗？哎呦，谢谢宪哥，宪哥谢谢，宪哥我是自己买的哦。这边太浪漫了吧？你觉得浪漫？我觉得有灯条是最浪漫，灯条是必备，浪漫首选。你看看，就在这一个月光下，然后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非常不浪漫的事，就是我们三个目前呢，
你有一个非常难抉择的事情，这是你的任务，你的人生中最难抉择的一次，就是你今天晚上要选一个人跟你睡同一个帐篷。志健，志健，你先，我跟你讲，我先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住帐篷已经住到有心得了，而且这个心得就是说，我已经跟他住，已经住腻了，你知道吗？该是要离婚的时候了，我想要换点口味。好不好？但你也不用放。什么叫做换点口味？你以为他是什么？不是，他脚不会讲话，他脚真的是也臭，真的超臭。而且我真的在跟他睡的话，我真的要帮他洗脚一次。好了，我自荐结束，你换，还有下一位，快换你，还是要去自荐啊？对啊，你啊，我只能说就是你叫王轩嘛。对，我有注意到你的外号就叫轩轩。对，我也叫轩轩，因为我两个字加起来是一个轩。Oh my god， 那就是一种天注定天作之合 ，destiny，you know？ 因为我没有办法有任何一个晚上不跟轩轩一起睡觉，真的。他简称说你是备胎啊，啊真的。什么备胎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真的啦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真的打呼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，我可以承受，所以我退出了，真的不要，真的不要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我自荐就是，我觉得我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防护网。对，这是没话说。我太太也认识，小心翼翼关心着我。我今天有问王轩，他现在单身。我跟你讲，我手机里面有大概300多个。不错的对象，可以让你慢慢的找一下。哦，找人。我用这招哦。我是你，我是牵手。哦，他说，哦，手伸出来是不是？把我们举起来吗？哦，哦，他来选了。哦，那我，你不是不选吗？你走开，你不是退出吗？你不是退出吗？退出。你走开，有点失落。走开。我现在好紧张。走开，你就让我一起跟别人睡嘛。好了，来，眼睛闭起来。好，我要选谁呢？对，你摸。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救他脱离苦海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这件事情，但我觉得，不然我下次再来跟你脱离苦海。真的吗？你这次还是牵我的手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因为一个真的太熟了。大下一次，我发誓，继续洗脚。我下次一定会救你脱离苦海。你赢，真的，真的很痛苦。这让我想到，我宁可回花莲跟猪圈一起睡。你看，饲料来了，饲料来了，这不是饲料，这不是，这是你去帮我装洗脚水的桶。到底要洗几次啊？台湾之光就是飞碟球。哎呦！走一趟吧，不想走你就说一声。台湾之光就是飞碟球。你干嘛啦？没有到，没有在干嘛啦？我操！我操！真的很痛苦，这让我想到，我宁可回花莲跟猪圈一起睡。你看，饲料来了，饲料来了，这不是饲料，这不是，这是你去帮我装洗脚水的桶。到底要洗几次啊？到底要洗几次？这一次的水温，我希望是中间偏凉，因为我最近脚有一点痛风。OK， 我等一下让你满意，好，绝对满意，绝对满意，好 ，OK， 绝对满意。哎，这是什么天堂待遇？拜托，头一次看到有这个哎，喝个啤酒，冰镇的啤酒，来，这里真的是天堂。你知道我睡过2次帐篷，没有一天睡好觉。主要是哦，不是说只有帐篷就是很简陋了，是你旁边那个人太可怕。你要不是跟鲶鱼啊，不然小哈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气垫嘛。啊，我先去进去睡，因为我怕他打呼我会醒，就先让自己睡着。
但是他一上那个气垫床，我整个人就飞起来了，你就下床了，飞起来，我就飞起来了。那等一下各自哦，就是回到自己的那个帐篷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住的地方有多豪华。哎呀，看一下 ，Cheers Cheers。那你假装一下好了，Cheers， 辛苦了辛苦了，我们胜利组嘛，胜利组，对胜利组。泡一下，可以吗，大哥？水温可以，水温可以，水温可以。我那个小腿哈，其实有一点那个肿胀，有点胀，让我稍微，有点太硬了，太硬了吧？哎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可以了，不要这样子了，我真的会被骂了，啦啦啦啦啦，不要，先泡嘛，你不要，不要泡了啦，好了，你要不要泡了？不要了，你去洗澡，你去洗澡可以了。我先喝饮料，我喝饮料啦。那我继续自己泡。你干嘛啦？我喝，你在紧张什么？喝。那我泡，继续泡一下。泡啊。因为只有一间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我知道，你坐车吗？还是游泳？哦，那走过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啊。你要洗澡了吗？你要洗澡了吗？你要洗澡了吗？你要洗澡了？洗好了吗？洗好了吗？你洗好了吗？你洗好了吗？洗好了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洗洗洗！洗好了，你要哪一张床？不一样，你不一样。你今天晚上睡水床，你。你今天晚上睡水床啊？水床。你。好了，水枕头。可以了啦，湿了啦。水枕头。我要帮你试一下这枕头怎么样？哎。小虾片，我玩两根。太湿了啦，洗好啊，舒服的啦。我没捆啊，我只在没捆。你自己把自己滚一圈干嘛？我自己我不怕。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都不要睡觉。你们在干嘛？我把洗脚水倒到他身上。真假的？他给我跑进去。你们今天晚上睡水床。我天啊！小阿笑了，小阿笑了，小阿笑了，洗完澡了，小阿睡，哭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小阿，你裤子湿了，北七哦，哎，而且他这个不是水机，他下午就策划了，对啊，我下午就策划，然后如果再给你水仙裤，就这次，你是白痴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帮你吹。我穿，那吹风机吹，还没有吹风机，还没有吹风机。你是白色，我衣服是哦。我要去洗澡。哇，请赶快来调底。我高级有地毯的感觉。哎，坦白讲，我生平第一次哦，睡到有冷气的帐篷。太感动了啦，好奢侈的感觉哦，不是来露营吗？哎，哇，还有 WiFi 哎！听说这个床垫是饭店等级的高级床垫跟情侣，是哎，它床单啊那些被套啊都这么的高级。等一下我们就去洗澡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你就钻进棉被里面，一直到明天的音乐一响，我才愿意从棉被里面钻出来。这个我已经开始有画面，有画面的。对，我讲这，我跟你讲，来录这个特别节目，就是校外教学，最重要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睡好。
真的，因为我看到好多关哦，第一天这么多关，然后如果晚上还睡那个，对，我曾经真的那其实那隔天是不是隔天起来是不是有点那个起床气？很浓，不是只有起床气哦，那会变成易怒体质。我们就有一个原本是固定班里的主持人。他就是把 GoPro 踹坏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不要这样，没你有看到、啊欸？那个是天蚕脚，他脚因为他筋很开，他直接，你看现在 GoPro 为什么架这么高、啊？就因为他、啊，不然他脚，他再高他就把他踢下来。不用这么辛苦了，我们是和平主义者，因为我们这里很凉。对，我们有冷气。对对对。打扰了。呀，哇，其实很大。对，而且很大，而且空间蛮大，而且超凉，超凉，今天超热，全身黏黏的，超 好舒服，好舒服、哦。哎、欸，你还没洗澡哎、欸？不管了，我要睡这个，我要睡这个。没差，喂，而且床是也是，是真的床哎、欸，不是那种，哇，哎、欸，这跟充气的很像哎，充气，就他们那种开心，这跟家里一样。你可以把这里当家，就是穿衣服都不用穿。你干嘛出来？不用再介绍，这我们介绍过了啦。不一样的 view， 你们好好跟大家讲，你们要怎么睡？谁要看你们介绍的？一定要看我们介绍的才有那个 view 啊！不要重复了，你跟大家讲你要怎么安排？他们会幻想澳门情侣进来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？日本人哦，有些人就跟他一样啦，下流啦，墨镜人快出去啦！他连换机的机会都没有，下流。所以你们的房间也是一样，要小心哦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到我到我们。少爷哥这样叫吗？听起来会不像求救吗？我如果真的有什么万一啊或干嘛，你就冲出去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有镜头在记录24小时。丰田不会啦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丰田不会。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万一、啊。我的那个传真信啊，我都写好了，我会直接把那个翻跟那个拷贝版。我别讲哦。你赶快去分配，他应该怎么睡？你想睡哪一边？这个？我睡那边。你睡这边，那我睡这边。哎，洗完澡其实蛮舒服的，很舒服，舒服，整个那个汗都黏黏的都弄掉。如果洗两次澡更舒服啊。你等一下睡水床更舒服。哎呦，烤香肠。这什么 OS？ 这要干嘛？香肠的味道。哎，香肠可以吃了。干嘛？要干嘛？干嘛？哎，你们服务越来越好嘞，要玩要玩七八刀啊，是不是？老板，老板，跟谁玩？老板，老板，先跟理查，理查这种软的啊，怎么样？赢了就有一条是。来了，我先来了，我先吧，你先，你先，好来啊，来啊，哎，你有你得调调 B 级熊哦。讲一些我们正常社会听的话，听得懂的话，是吧？小啊，第二都一直跟着你，你看，太 B 级了。我还要踩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踩吧。我有吃了，你没有了，滚开啦！毕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口袋哦，换我跟我先，好谢谢。走。哦，一点，十一点呢？哇，那应该不会赢的。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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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理查紧张了啦。还是没有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还是没有哎，没有了啦，三次没有了啦，没了。哎，这可以凹吗？可以凹吗？可以凹，你要凹吗？你可以不要凹了，自己吃。你可以一只凹两只，然后两只送给我。好啊，真的假的？确定。人好好哦，萱萱。我刚赢11，我应该运气蛮好。那换我先。对啦，五点，我可以吧？大哥。软装啊，真软装啊，真先加油，有了，有了，谢谢，两条，谢谢，要不要再凹？还要再凹吗？还要吗？还要吗？你要凹一条还是凹两条 ？Kiss 卖，现在两条，要凹一条，凹两条，要凹两条就变四条，就大家都来啦，对啊，凹一条就是你就要输，你还有一条可以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后面还有两命啊，不要怕，凹啦，凹，两条凹下去，要拼呐。来啊！叫袂出，叫袂出，叫袂出，叫袂出。八零，可以了。我可以的。可以可以，王轩可以。哎，少一点。赢啦！没有啦！没有。没有。哦，九点像，九点像，这个九点像哦。
九点像哦，没有没有，九点的哦，大磊，九点，谢谢了，谢谢，太屌了，我们先一人拿一条，然后我们玩，还要两条命，对不对？哎，四条四条，帮我们烤稍微焦一点点啊，原来我是要玩这个的啦，很屌，给哦。干嘛？你们要 solo？ 要 solo？ 我们要两位，还有哎，哪位哥哥？哪位哥哥？哪位哥哥？谢谢。先吃。然后换换换换，跟一哥玩，跟一哥玩。小强来，跟一哥玩来。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。你无啦，来来讲，你看，有啦，这样有啊。六点，这样八点，八点，八点，八点啊。好，八点。可以啊，一哥九点。我赢了。点，没有啦！天哪！哦，四点，四点啊！对啊，要赌钱的啦！你啦，你先来。来啦，好爽！花一朵啦，这边花一朵。哇，表三东西嘞，你都看不上眼了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啦！飞机啊！可怜话麦啦！十点哦，十点十点，来啦！十点哦，十点就请啦啦。八，十一点，想可以的，八，想可以。一点啦，没啦没啦，因为叫就有。哎呦，一二根紧紧哦，一二根紧紧哦，六根准来啦，一击啦，落落落落，六点啦，要不要拉好，要不要拉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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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条，第一条，第两条嘛，一条一条变两条，来啊来啊来，先拉，出来就好了，奇怪，来啦，好小，七点，七点，七点哦，起床时间呢？七点，应该就有了。有九点，九点，九点，两条了，两条，两条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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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旁边没有十八条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两条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你先呐，战前换将，大先呐，对啊，一直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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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策略，加油，因为我赢不了高度，所以我要，我怕没办法弯腰，没有办法弯腰，对。来两条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先呐，战前换将，大先呐，对，一直换换换换换，飞机啊，无可能的，你快乐的，你看嘛，无啦，你无啦，五点呐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在骄兵必败，一二根条件，二二二四点，五点啦，一你一点啦，哎，四条了，四条，四条了，要不要再凹？嗯，要不要再凹？来啊，来啊，要不要再凹？四条变八条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给我个机会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我喜欢大一点的，刚太小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啊，我代打啦，那我先打哦。来啊，代打啦，四条哦，四条啦，变八条，八条，来来来来，来啊，一二根紧紧的，谢谢。五点啊，是啊，松尬，八条再凹一点，全部都剪剪剪了，剪都剪你啦！啊，谢谢，十点，八条，八条了，八条，八条了，给你们了，给你们了，要不要再凹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想要自己留在吃宵夜，不好凹了哦，要不要再凹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去钱柜唱歌吗？阿贝欠我差不多香肠，超输超输，收摊！哎，那叫什么病啊？收摊！哎，收摊！收摊哦！十二条好多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们住这个帐篷，对对对，可是我们吃的也是不会比神殿帐差。下酒菜都来了啦，好多，要不要再来一只？啊，再来一只吧。好好。
热水哦。哦天哪，救命啊！好热水哦。哦天哪，救命啊！你再安静一点吧。你可以安静一点吗？救命啊！妈妈的水！冒水啊！还好吗？太惨了，太惨了。淹水了，看到没有？小马，救命！我们帐篷都被淹水了，帐篷。对啊，救小马！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们又漏水又淹水，都是的呀。哇！看着，看着，他在睡觉。睡觉。像你那不到，别第一波下雨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都醒了，都觉得还好，都挺着。第二波真的是没办法，外面下大雨，室内下小雨，打给你们，就你们还在睡觉。江队吧，我又来救你们了。有半个小时才来救援，已经下到室内，水机都坏掉了。谁那么爽？你们真是。啊，我们现在身处在敌营帐篷。怎么？我们终于有资格睡高级的帐篷了。因为外面淹水。因为我们的地基帐篷淹水，我们才跑进来，还好我们这么换衣服。你觉得会好吗？今天从差不多三点就开始被淋醒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其实没什么睡。我第一次在露营区帐篷里面洗脚，直接在帐篷里面洗都可以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这个就是完全是无所谓。差点被电死了！这是我天哪！那哦，胶板的诅咒。等一下就下雨。哎，什么下雨？哎，下雨！哎，我们最毒妇人心就是你这种。超不爽哎，这种今天会超湿超黏，然后长虫的帐篷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快让我们住到吧。我们还昨天还说这个帐篷 OK， OK， 来到这边我才升级。Monday morning I wake up feeling hungry. Come make we run before it tumble down. I say, run Rasta run before it tumble down. I tell you.Hi. 早安，鲶鱼早，这是你的早餐任务。带上篮，带球上篮。练习内在园区练四十转弯，挑战成功的人即可享用美食。小八，干嘛？早安，小安。一场雨把我的包包整个淋湿，我现在就是处于没穿内裤的状态，我包包整个都湿了。这个吧，欢迎来到这一关。这一关，这一关是三次机会，你要把球直接投到那个篮筐里面。三次机会。对。中了。恭喜过关，请前往下一关。这不用拿了吧？
哎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找同一个关卡？我就在你前面。对，你先到了，你就可以先挑战，他要等你。好，你只有三次机会哦。重心要低一点。这样。对。我根本就打不过去嘛。好，一次哦。失败两次。要连续哦。对。不行啦。失败，换我吧。好。好，失败一次。来来。过了啦。好。六次嘞。恭喜过关。这关我觉得我一定过不了的，我们就放弃这一关好了。对对对，我相信一定有一关我可以过得了的。哈，早安。对，嗨。睡得好吗？睡得好吗？问我睡得好吗？疯了。我要先去尿尿。每个人三次机会去胯下，有一回三次就可以了，三次就好了。这样算一次，来回算一次，来回一次，来回两次，来回三次过关，恭喜成功，下一关。每人三次机会，避免投球得分。可以过关，啊，在这边哦，没错，三球，一球，这篮筐太小了吧，两球，关掉了，三球，挑战失败，请前往下一关。出来一次，恭喜过关！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失败。上分失败吗？失败。然后赶快前进下一关。确定不是因为斜坡的问题？不是，不是。一个就过啊！哎呦，尹乐，你还好吗？尹乐，早安，大伟哥。你有突然惊醒，然后来不及化妆吗？没有哎，我老神在在，老神在在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你对早餐没有兴趣？怎么会老神在在？你不要被丰田带坏啦！他是很想要留下来，他需要表演的舞台。啊，你如果想要好好吃一顿早餐，你要赶快闯关，跟着少伟哥走。哎、欸，小心哦！哦，水接水啊！黄金券的时间都过了，三点淹过一次，第二次是真正已经淹到我了。好，没不开心的事情，把它抛在脑后。来，篮球比赛中几秒未过中线是违例？八秒。恭喜答对。对。再见，再见，是不是？算是你擅长的东西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过关了，过关，来往下一关。恭喜过关，请叫我下一关。好，我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我又看到一关没有人了，这里，快！我是不好投哎。下关了，回到。今天好，一球就中哎。运动奇才。用 OK 投给跟大家讲说，王少伟过第二关。恭喜过关！耶！这尿尿好吗？好啊。我其实已经滴了两三滴，好不好？所以早上裤子才湿的吗？这边都是湿。尿尿不是。哎、欸，很远，这球也太大了吧！失败一次。你看他不会走、啊，这个那么篮筐那么小。小易，在我走到之前你要过关哦。这个有点难。真的好远哦。有了。恭喜过关。很好。过关了，那你去。辛苦考夫吧。我去那边。哥，流川枫的背号是几号？十一号。十一号，恭喜答对。结束。哎、欸，这些对他们来讲都不难啊。
还有一关呢。要进那个里面哦。对。怎么可能？好几个人过关的。好几个人过关的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三个人，好几个人过关的。那失败怎样？我不能再闯了。失败不能再闯了。再去其他关。问嘛？不要，我就要闯。不行啦。然后我就当我失败就好了。不行，我这样子太糗了啦！我打篮球的，我一定要把他头弄进了。快最后球了。哎，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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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丢进就过关吧。过几关了啦？怎么啦？过几关了？一关而已啦。他过一关而已，搞屁啦！明明就听到四关了。超烂的啦！啊！丰田要不要教你？丰田要教你吗？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要不要教你？好。球就是要推出去啊，要用力哦，直直的推出去啊。好，谢谢。有时候是天分问题。我想看到下一关在哪里了。还剩两次哦。挑战成功，前往下一关。好，来第一题。你有三次机会了。SBL 拿到最多总冠军的队伍是？来讲讲讲，没关系，凭你的印象。有什么队伍？很多，你随便讲一个。什么队伍？你有三次机会可以答。SBL。啊，我不知道有什么队伍哎。来三，最后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好 ，OK， 下一题。NBA 今年的总冠军队伍是哪一队？球。终于，我当这个关主，终于当到有一点自信的部分了。刚刚前面都秒答。真的假的？倒数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。OK， 好，放弃，下一题。不可能，我这种我完全没有在看。你等一下全部玩完之后，还是可以过来继续闯关。我来还是没办法过哎。第三题。运球不能超过身体的哪个部位？肩膀。恭喜答对，过关。拜拜。啊，这样过关了。过关了，过关了。不用再过关了。好。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可以的。好。挑战失败，希望下一关。我待会回来。小哈，今天都是你的关卡。啊，你有过？过分吧？有到过吗？那个投篮，那个传球过了没？对，这边过了没？一击必杀。一击必杀，对不对？也是。哈哈哈！投了六局。我问你一下 ，SBL 去年冠军是谁？啊 ？SBL 去年冠军是谁 ？SBL 怎么会这么？谁是谁 ？SBL 去年的冠军是谁？我说在兴。上一届的冠军是台啤呀。SBL 高中联赛哎。高中联赛 HBL。好。HBL 新竹光复。新竹光复。他真的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先。
对。好，请站上圆台板。野人三十七会双手运球，跳过十字形的过关。好，预备。二三四，哎，他不行，失败一次，左右协调，再一次、哦、有问题，失败，木板你怎么？哦，对，可能两手要运球了。三十四，哎，八九十十，恭喜过关，请先往下一关。哦，还有下一关，你还没完成哦，还有下一关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。哎呦，还花招呢！啊，进点球，你看，恭喜过关！我要去吃早餐了。你要去吃早餐了？我是不是完成了？我们要再看你完成几关了？我们要关全国，加油！来喽！加油！恭喜完成早餐任务。我是神奇奇葩的运动员。请问这样算吗？啊，我教王娟一下啊。这样比较简单，还是这样比较简单啊？你如果可以把你的左右手都分开思考，没有问题的。同时运也可以，然后因为它球的弹速，因为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木板，它会有点难度，它可能会往右弹或往左弹。所以你最好你把你的手，右手跟左手，把它分开，当作。它本来就是分开，之后我能不能控制它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让它各自独立，独立操作。你哪一只手是一贯用手？右手。真的、哦？那你就注意左手就对了。哦。你的专注力就在左手啊，右手就让它自然的去用反射动作去反射。好嘞。交给你。好的，谢谢涛哥。我陪你一次，看你能不能过关，然后看你的问题在哪里。好。注意左手，注意左手。哎，give me five, give me, 不用剪了啦。耶嘿，我们要去吃早餐了。辛苦了，可以吃早餐啦。真的很辛苦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从半夜三点开始下大雨就很辛苦。野营区是真的很辛苦的。真的在草地上看过淹水，我们这边是大自然的力量，天然瀑布。我们住在这个豪华帐篷区的人也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你知道，我在想说死守的门不让你们进来，但是那个睡意真的太重，就马上就睡着了。你还头弄的干嘛？干啥？关起来。他啦，他真的很像单枪，你知道吗？他讲话干什么干？今天有猛兽要冲进来了。王少伟救我！他真的，一整天都很救命。好，辛苦了啦，好，那这个辛苦是有回报的。我们刚才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关卡，我们现在问一下，各自都完成几关？一哥是全部吗？我全部，化悲愤为力量。哦，那少伟哥，我是精神很饱满的情况下，稍微比较慢一点完成五关。好，鲶鱼都要几关？五关，我被简单吓到，惊魂未定。林颖乐呢？四关，然后到佑馨哥四关，接下来都是三关以下的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只有超过四关过关的人可以享用我们的美味早餐，这是我们森美园特别为大家准备的，这个园区也是森美园。一关资格，我们可以加分吗？怎么你怎么了？我们要篮球小常是我过关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应该要扣分原因是什么？我问这一题没有人答对，这一题 SBL 总冠军拿到最多的队伍是，大家都想我答对了。你第一时间开屏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你是这个反应。SBL 最多总冠军的队伍是？还啊，等一下 ，SBL 最多总冠军的是队伍、啊。阿哥，完蛋了。阿哥，最多总冠军，最多总冠军的队伍是？吴晓东，台啤六次啊，吴彦四次啊，哇，巨龙五次啊，吴宇嘉升，巨龙五次打进两次台啤。好，你们聊哈，开始吃了，吃早餐的样子。哎，这都欧式面包哎，哇，好香哦，一定要沾那个奶油。
欢迎各位来到森美园哈，这早上就有这么好吃的早餐，很香哎。应该噎死啊！不会，这个卷饼 Brito 他在半夜雨水都喝饱了。对。好，大家慢慢吃过，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啊！因为我们今天一整天呢，如果玩游戏过关卡呢，做的最好的人就有提前放学回家的这个机会。但是留到最后的人呢，要跟我们一起进行校外教学，我们的课外活动。课外活动呢是要跟台皮篮球队一起训练。专任教师蒋玉安要来教各位了。好，那大家吃着吃着哈，我们刚刚讲说表现得好的可以先提前放学收工回家。那我们这一关真的也要送一个人走了。我们是要送一位表现非常好的，就是李毅哥。大早就能回家，李毅哥完成所有关卡，而且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要送你一张提早放学。太棒了吧！吃完早餐就可以走了。没错。好好哦，而且我真的完全见识到什么叫报应。昨天晚餐那两个人欺负我的，拿最多的，现在就是坐在最后面那两个，最有赢的。大家慢慢吃早餐，我们准备要送一个离开，一个拜拜。好，一个加油啊！太阳了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们昨天晚上在帐篷完全想不到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趁现在把这个森美园的地方好好的享受一下。是，有没有看你们后方有一大堆人体保龄球？有，这就是等一下玩游戏要玩就是这个人球直直撞，需穿上泡泡足球进行趣味保龄球赛，将最多人撞离指定范围即可提早放学。我们安排。他哥站在第一个位置，对，你能够撞到他移动，你就有机会可以过关，其他大概就走了。我怎么能撞得到他哥啊？等一下就要是更激烈的撞击了啊！哎呦，开棒车了 ！Let's go back to the beach。第一棒是我们由体重最轻的尹乐开始进行，按照体重的顺序，预备，尹乐小波。来，我们挡住，我们后面给你们兄弟啊！兄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第一个没得玩吧？哎，我这边后面的顶出去，这样算吗？你不算，这样不算，你算是自己离开那个圈圈的。好，所以这个算是没有半个球评。下起来了，还好啊，尹乐，加油，尹乐，加油，站起来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来，第二棒，我先准备好了，我们预备，啊，圈圈来了，圈圈，太难了！把第一个换掉了，没画面可以看啊。屁股好酸，好酸啊！还好吗，王轩？男生的应该只能救小哈哥，屁股好痛啊！第一个给小哈完全没有机会吧？屁股超痛的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哇，助跑！哎，美女。暴汗，都快回到我们宿舍了。好，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包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鲶鱼，鲶鱼的助跑距离相当的远哦，意图很明显。预备，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啊！没有用。小花过来了。啊！没有用。小孩咬中哦！好，你们全都打倒了两个人体球瓶，起不了起来啊！太难，两个身高打二十，看来是有点怕。好来啊！来，用心哥挑战，预备，挡住！五平，
前表现最好是五冠哦。你们都不知道打保龄球，台湾之光就是飞碟球，飞人体也可以用飞碟球来，预备，哎呦，头晕了吧？哎，不想走你就说一声。不想走你就说一声。你干嘛啦？没有在干嘛啦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今天去那边有篮球的啦啦队？超运，你在干嘛啦？飞碟球抛向之后，你们应该散开。怎么会？你们轮到我吗？有啊。效果有没有？来，宋吉利是等于是零啦，但羞辱性极强。下一位，丰田准备要出发了，丰田站得有够远的。预备，他的弱点是他的膝盖啦，膝盖，我要往那个他的膝盖冲，哇！来，丰田出发。你就在那边吗？没有，我们会走够。没有，但是我觉得很有压迫感了。人体巨炮哈校园出发，他跑不动，来守住风顶，住他。哎，有人离开一下，现在回来，我们判定一下，大会判定。好，我们刚才看回放呢，是三个球饼，三个球饼，后面好像尹乐、王轩几乎都没有动。王轩没有动，我要守住。好，有守住三个，小孩我们多送你一个，算你四分啦。恭喜这一关是林佑馨大哥。哇！再来接下你们的泡泡足球，恭喜林佑馨，佑馨哥提早放学。哎，太爽了吧！哇，这张流程，佑馨哥贴上去，他昨天睡超好哎。佑馨哥，刚刚你怎么过的？你应该知道吧？两千被那个焦凡凡拿走了，那你自己出两千啊？没带钱。好，那其余同学，其余同学，我们要继续踏上校外教学的旅程。佑馨哥，拜拜。佑馨哥，辛苦了。睡得好，这是不是跟谁睡的问题？这是那个帐篷有没有冷气的问题。那我跟他睡，我觉得他们都说少伟哥有裸睡的习惯，那可能我们跟他没有那么熟，他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裸睡，所以他都还有穿一件裤子。少伟，我还是选你，或者我这个人具有挑战性，大家不想跟小哈睡，我想跟他睡睡看看谁的大补肾。我们现在剩下六个人，我们等一下要分成三个人一组来闯关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让女生来选择好了。哎，好好选。先不讲到底要玩什么，这个哦，不是只有跟力道有关，它也要有移动速度。对，你看一下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力道，力量还是。空有力道，但走不了也没用。但是你要想想看，上一关有一个笨蛋用什么飞碟球，那是策略。那个没有脑袋的不要学。烂策略。这个就用蛮力，然后会移动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人没有脑袋又没有蛮力，你千万不要选择，他还穿莉莉姐的裤子。他都不会说，他都不会说。宣传已经过了，就会还给他了。好，我们让两位来选一下，两位女生。来吧，走步。好，乐先选。好好选哦，我们这边分成两队。三人一组，直接会有一组三个人提早放学收工。哇，三个哎，一次三个，好好选，好好选。小哈哥，啊，好，我怎么就
跳过我，超灵。力道太小，需要小拍。走开！他想要打篮球。你以为你跟他游一个晚上的泳有用吗？就有 feel， 对啊。你知道什么？因为他是睡昨天睡最饱，今天心情最好的。对对对。你如果讲睡最饱，我也睡很饱。啊，休息。神清气爽，风采无限。来，再给你选一个睡饱的大伟哥。开！我们注定要去打篮球。好没有信心哦。对，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。等等。席卷天下，三人一组，需一人在牧草卷上爬，队友则推牧草卷到终点，花费时间最短的队伍即可提早放学。哦，一个人在上面，一个人在上面，哦，在上面。如果掉下来的话，就要整个人推回去之后才继续往前。好好，应该都不能掉下来了。对，好，太绝了，太绝了，谁先攻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他们先高举手。OK， 好，我们起劲。第一组注意哦，只要表现得比较好，就可以提前放学下班。妹妹。哇，这个有几百公斤哦。有了，推。可以耶。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要整颗球过线哦。要大一点，所以你要讲哦。你的星星怎么掉下来了？要掉下去了。好多失去了。是斜坡啦，是斜坡啦，再推再推，整颗球过黄线哦，整颗球，整颗球，哇，这个怎么那么重？你都没有出力哦，先生。有啦有啦，你是日本鬼？嘿，不是在等人家。红田，有啦，歪了歪了，有啦，再一点点，再一点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大家记得，只要有投篮都有机会进球。对，好，就往另外一边跑，挡人。等着。对。好，投进，投进，不进。对，他的球，不进，看，不进。嬉皮笑，你又是嬉皮笑脸了。抓篮板球，对，就直接上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在那边？刷技巧。你有什么技巧吗？再推，要整颗球过防线哦！整颗球，哇，这个怎么那么重？你都没有出力哦，先生。有啦有啦，你是日本鬼？嘿，不要等人家。红田，有了，有了，歪了，有了，再一点点，再一点点，快点，快一点，好过了，好重。来，成绩是42秒，哇，最后秒，来，请下来，好，你们可以想一下，等一下怎么面对蒋玉安，来，第二组请退。刚才成绩42秒，准备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小哈一个人就可以对抗他们两个。哎呦，那试试看啊。那要不你不推啊？不要，小哈推啊，你在旁边飞碟球嘛。飞碟球，飞碟球，飞碟球，一直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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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推多久就转多久。你让我呆了。来，准备哦。好，来。前面过就过了。比较快。小孩们用劲打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到底谁会进入我们的课外活动呢？进入下一关。哦，对决，对，这样像两队。哎，对。
对，刚才两队都表现太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擂台重新分出胜负。要玩的就是这个，等等，斗牛要不要？两人进行 PK， 需让对手三角锥上的篮球掉落，最后获胜人即可提早放学。来，来，现在第一组要派出的谁 PK？ 我们整组都是睡好的人。对，包括小哈，虽然他们两个跟我都是睡在帐篷，普通帐篷，对，但是后来到了好帐篷之后，他们没办法睡，因为我睡得很好。就是你的呼声弄到大家睡不好。我们先派赢了，来，好，赢了跟王家，加油！来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准备进行一对一的 PK， 双人奖开始进行攻击，预备。哎呦哎呦，天女后兵，牵手。他那个桶子拿过来直接吐在里面，而且他一开始气势超强哦，然后走着走着我们就发现，哎，他刚刚是真的在求助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赢的？他的脸他直接反白了啦，换他他不玩醋吧？好，我们先输了，不是，因为我刚闪那个，下一组就会。第二回合是雨量级对上重量级的对决了，来，相对于你都是雨量级，来陈佩，上一枪开始，我有策略，阿哥加油，我赢不了高度，所以我要，我他没办法弯腰，他没有办法弯腰，对，小心啊，小心离谱，小心啊，小心离谱，小心啊，小心离谱。到底是有什么事啊？啊，这队到底是怎么样、啊？你这个跟我飞碟的球有什么不一样？烂透了，再一次啊！没有没有没有再效果，没有再一次，烂透了啊！来，这个运动家精神，最后一回合就会，各位观众可以转台回来了，终于有精彩的比赛要发生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真正的势均力敌。而且我们两个还有私人恩怨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等一下。玩比赛之前不要把那个什么线掉掉，你这样子他不敢再这样玩了。话有讲出来，好，债权人跟债务人的对决，预备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虚伪，打久一点，打久一点。不虚伪，对对对，来来，再动大点，你们要看自己的球啦。对，不要自己掉了。对啦，皮皮姐，小心皮皮姐。这样这样。啊，什么都不必说。哎呦！哎，不用不会，有一点意思了，就到啊！哎，快来一个转身啊！折叠球，然后飞碟球啊！你那个足球的转身，你有飞碟球，飞碟球来，飞碟球，不行啊！你也知道不行哦。飞碟球，你试一下飞碟球啦！试一下嘛！来来，没有完全出界，没有还行。我操！我操！拜托你钱还来，钱还来！我回家抽血。小心，少哥，小心，小心，差点出界。我操！我认真玩啊！小心不要跌倒。他没有掉啊！快快快，进攻进攻！喂，重心放。哇，这个这组真的精彩了，打的手机闪现啊！被牵制住了！站在后面！被牵制住了！站在后面！被牵制住了！
手夺白刃，哇塞，你用指甲扣手，指甲攻击，鲶鱼冒着这个债务无法清偿的这样子风险，硬是打赢了少伟哥，哇累死。那这边呢，刚才是输了两回合，这边输了一回合，但是我们这回合是一对一的个人战。刚才有输的人都要陪着我们去进行课外活动，你可以提早放学。我累了，超死你，超死你，哎，给你，对，然后这边给你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真的。剩下三位，我们要去课外活动啦。超死你们，超死你，二连超死你们，加五千。他这样子，好，大家喝口水，准备进行我们的课外活动。我现在的心情啊，就是睡帐篷，我已经是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了。下一次你如果让我睡到高级的饭店，或者是什么高级的帐篷 villa， 我可能半夜还会偷偷跑回帐篷那边睡觉，因为我已经把它认定为我的家了。有没有发现前三次我睡帐篷都有一点点小生气，但这一次我就是很平静的，像回家一样，很舒服的回到家去。迎接受他，看着那个帐篷在那边，就像一个家迎接我一样，非常开心。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奥豆咖了，耶、yeah ！第一天团体赛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进入这场次。对呀、啊，怎样？他们大家都不会选你，因为我们可能会留到第二天嘛，会有可能会跟一个人睡觉。小哈的声是超大声的，空中球就而且刚才一大早就坐在打呼了。对，而且你们看小哈是怎么走回他的座位，他是这样。怎样啊？大家都没有选我，然后呢，我还是活得好好的。嗯，你们那几个在那边什么？哎，不要选我，不要选我的那些人，小钟哥啊，威廉，这个莽汉啊，啊，焦凡凡不选我嘛？那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虽然说你们没选我，但是你们也想不到这次制作单位会出这种反逻辑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我就喝着凉水，吃着鸡排，看你们在那边丢来丢去，全身汗，笨得要死。结果我现在开开心心准备要回家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开心。第一天我玩那个卡丁车，是我第一次坐上去，我觉得那个速度感很有趣。然后还有今天那个仓鼠，都是我第一次体验，而且我这是很幸运的，可以住进高级豪华的帐篷里面。我觉得我选它就是。我跟他聊天比较不尴尬啦，因为我们年纪比较相近一点，然后而且他就是会这不断的在那个搞笑给我看，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，而且他还是一个暖男，他早上煮热开水给我喝，哎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选错。为什么我要倒数？因为我一度不哎两次都跟他睡帐篷，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讲说，这帮他洗脚，你会看到我妈那个脸就有点。难过，他就会觉得说，我的儿子要这么卑微。然后说没事，我下次我就跟我妈讲，我下次会让他洗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没办法，我们真的很闲。啊，我每次要睡帐篷，我就是跟小孩一起睡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办法，我跟他就只能就是做这样的效果。所以我昨天就想说好，他一直觉得说我一定会帮他洗脚。OK， 我就帮他洗一洗。他当然没有想过说，我会先把他那个洗完脚的水倒在他身上。然后他完全是傻眼，但我觉得这个这一趴真的蛮好笑的、啊。你要洗澡了吗？你要洗澡了吗？洗好了吗？洗好了吗？你洗好了吗？对对，各位观众，你看小哈已经把我把他洗脚是当作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事实证明他昨天跟我妈在电视机面前道歉啊。没事，我下次不会再帮他洗脚。面对债主的比赛，我会拿下来，是因为我们的私下事情跟真正在玩游戏的事情不能影响在节目上面。你看看，这就影响到我录影的情绪。这说明的是什么？少伟哥他真的是一个人很好的人。为什么？他在练我的心脏。我现在怎么样？我钱还没还完，我都不能讲他坏话。我快还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到我还完的时候，就知道，好不好？
再见，我下班，拜拜。现在一开始先用，当然是从运球开始。现在一开始先用，当然是从运球开始。对，我们一样是先从双手，我们这是两颗球，我们一样从双手的两个一样高度的开始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动作。教练，你确定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颗球吗？欸、对啊对啊，每个人都有两颗球。老师他这样嬉皮笑脸，他这样真的练得出来？我只是刚刚开了奇怪的笑话。好，我想严肃一下，我先既然你们都来到这里，我想先考一下丰田。那请问你知道我教练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吗？蒋安。蒋什么？蒋安。两个字吗？蒋安。那是酸安妮。手放着，手放着，手放着，手放着。来，那个底线。啊！所以现在很严肃了，折返跑一趟，来到中间，折返跑回来，好，预备，出发了。这就是丰田追到千金的方式。OK。所以教练的名字叫蒋玉安啊，玉安啊，真的不知道啊，看得出来真不知道。哎，对对对，玉安对。对，好，少伟哥，我知道，嗯。我们什么球队你知道吧？台啤。对，那好，穿绿色的，对，我们穿绿色的，没错。不，对，我们穿绿色的。他都不用问。我们他已经搭配好衣服了。来，第一个动作，两颗球同时高度的上下，来 ，go。哎呦。对。还不错啊。不用跳，不用跳，不用跳，原地就好，站着就好。对。原地，原地，原地。对，对。加油加油，手腕要用手腕力量，手腕力量，好，停。看来最基本的你们应该还 OK 吧？哦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表现的还算不错吧？那不然第二个一高一低，突然太难了吧？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，我不限制你哪一只手高哪一手低，一只手高一只手低就可以了。那诀窍是什么？诀窍是，但就是。低的先拍，低的先拍，对，之后再高的，对，懂吗 ？OK， 来预备，低的先拍，对，然后再高的，对，哎，很难嘞，老师这边王轩需要帮忙，低的先拍，他今天有一个优势就是穿了一样的衣服，还可以，第二个动作结束了，那我们现在最后一个动作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有那么多拐瓜裂枣在我们这神圣的球场？一般来讲，室内戴太阳眼镜。今天烂货是干嘛？对啊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那个关主，我怎么看到一个晒伤，然后从眉毛又画很黑的？什么东西？什么烂货？这是我们。谁准你们进来我们球场的？
心理上，心理上，沙发跑，沙发跑，他笑了，笑了，他笑了。不，我们要尊重球长，这里不能嬉皮笑脸。不，来，底线预备，沙发跑，预备，球放着，底线预备，来，预备。他是不是晒？快点，晒伤了，晒伤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好，好，快点，好，好，我去。很少看到赛车的总经理。我们刚刚讲到最后一个动作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动作比较难一点，好不好？一颗球换在上面，一颗球落地，然后左手在上面做换手动作，这样。哇！教练，教练，我们可以一个小小的要求吗？可以。我们可以请总经理示范一下吗？当然没问题啊。总经理做这种动作，做得到啊？怎么会有问题？对。没有。总经理。总，我是球队的总经理。对，教练，你再做一次。好，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对，这很难呢。可以啊，总经理一定做得到。哎，总经理，来来来来，有总经理，慢慢跑，好，帮我们总。哎，教练，总经理好像有点蔑视这个球场的感觉。教练有知道那个我们打的位置不相对啊？对啊，那很对啊，就是这方。不要强人所难，对，上一阶高低运球就好。什么叫高低运球？哎，高低运球，哎，那好难哦。有，还是有，有没有？还可以交叠，直接交换。有什么难？有什么难？你算不到三秒钟。好，对，就换你们来试一下第三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好，换交替。一开始做慢一点没关系，可以先丢，再换。OK。丢，然后再接。OK。哎，一开始慢慢做没关系。丢再换。对。丢再换。慢慢的。丢再换。丢再换。有。丢再换。哎呦。对，这样是这样也是可以。对。丢再慢慢的。丢再换。对。丢再换。丢再换。丢再丢再换，丢再换，没错，丢再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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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哦，有，哎，真的，觉得，没，我觉得那个口诀有用，对，丢再换，对，然后我们下一个进行的是投球，投球，投球了，对，投篮的训练，我们篮球最重要的是动作再怎么差都无所谓，就是要把球投进去，最重要。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第二个动作是投篮训练。好，那我当然先跟你们动作讲解一下。好，好，首先女生的话是双手，对，双手投篮 OK 吗？好 ，OK。那男生的话就是单手，对，男生力气比较大，对，单手。好，那在持球方面，我们手好，食指去对着中间，食指对中间，对，那左手只是辅助而已。当你在投篮的时候，你的右脚膝盖跟你的脚尖都要对齐篮筐。当然不是用手投篮而已，一定要用脚的力量。所以对，脚蹲蹲起投起投。对。那女生呢？当然就是一只手没办法投啊，所以是两只手。好。对，两只手去做投篮。对 ，OK 啊。好，那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动作教完，就让我们试着投看看。我们先从近的开始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。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？可以可以。因为旁边这个调像看这么久，听这么久了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把那个教练的话听进去，你可以示范一次给我们看吗？总经理是因为他戴了墨镜，所以看不太清楚。对。谢谢。还有，球滑掉。啊，来来来。好了吧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始有终。有。好，会打跟会教不一样的。对 ，OK 吧。好，那现在，现在呢？我们刚刚在投篮的时候，是不是势必都要有一个帮忙捡球的？对。那我们现在三位选手是试着投篮，那我们就有请我们总经理帮忙捡球一下。谢谢总经理。要戴墨镜捡球吗？帅一点，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麻烦你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球员先来这边，到罚球线的位置。好。对，那少伟哥先。这是 free throw 的线嘛？哎，对 ，free throw。可以哦。可以，姿势不错。对，姿势不错，可以。哎呦，越来越可以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投进为止。好。我相信少哥这球应该就可以进了。没
错。对，好，我们下一位。严肃一点。用一点膝盖，左手是不是扶住？对。好，看大家今天现在投篮姿势很不错，那我们现在就上我们专业的机器，好，专业的投篮机器，然后让你们由那个机器来训练你们投篮。那这个机器跟刚刚投篮的不一样的点就在于，你会看到它的高度比较高，对，你一定要越过这个网子，没错，它就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弧度。了解，好，相对你要投得越高，相对你的脚就要蹲去带动这个力量，对，不可能都只用这样子手，你会累死，手会没到投到后面会没力，所以一定要用脚的力量。好，对，那再来使用这个机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球在里面的时候它会有个时间点它就会出来。了解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少伟哥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蹲，蹲，对，投篮的高度，哇，八宝，八宝，没事，要蹲，用膝盖的力量弹起来，哦，膝盖的力量弹起来，哦，好 ，OK， 行，小心好球，好，好，下一位，好强哦，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少伟哥使用了三条脚，抛线。哎，是很高没有错，但是要碰到篮筐。在，我慢慢修正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小心小心。好快啊！有了有了，有了 yeah! 好，再给你一球机会。赛道，这赛道。偷练，刚才在后面偷。这赛道。好，可以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有进步，对，小心球。哎，我们先接到球再离开。对，小安全第一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下一位。女生要前进一点吗？可以，女。可以再往前嗎，可以前进一点，对，可以前进一点。有，小心，对，小心，这球要出来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投篮这个训练，我们就到这个段落。要教你们一些就是有关于战术跑法基本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进行我们的战术演练。很简单啦、啊，很简单啦、啊，可以吧？丰田这么高，丰田可以吧？这么高，可以啊，跟他差不多。你过来，这个战术为你而设计的，对对，跟他，哇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那我灌篮，等一下灌篮。而且刚看到你也是有抓到，对，好，来，这战术为你而设计，对，这其中一个战术。那我站这里好了，好，可以，对，少伟哥，我在这里比较有经验来处理球，对，做持球的动作，好，教练当防守者，来 ，Go。对，挡我，好，下去，对，灌篮，灌，灌篮，灌，可以，灌篮，灌，可以，离好远哦，差那么多、哦，差一点，这有进，差很多，哎，没进哎，没有进，没进吗？没进哎，他没进吗？没进哎，没有、啊，再跑一趟，来，预备，跑一趟吧。底线哦，跑步，对，刚跑过不是吗？怎么又忘记了？好啦，好 ，OK， 好，回来。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姿势丑跟帅无重点，重点是投进，要投进，要投进，对，好，来，哎，认真，你给人下去，空挡，哎，对。哎对，可以击掌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就大概是这样的模式，对，就是其中一个走法。了解。那刚刚他们三个也示范过，第一种就是反挡，球给了过来挡人，跟刚刚一样，但是变成无球的挡无球的人。我们开始练习。好，巴子雷，好，对，好，就往另外一边跑，挡人。对。投进，投进，不进，对，篮板球，不进，快，不进。嬉皮笑脸，你又在嬉皮笑脸了。刚刚在这里，来，来，没有，球过来，我抓篮板球，对，就直接上去好了。你为什么要在那边这样？刷技巧。你有什么技巧吗？
教练都在讲话，你还回嘴？来，预备，底线。来 ，Go。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嗯，好。教练在讲话的时候不可以回嘴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来，再一次。我们要做到尽为止，不要做那么多无谓的动作。好 ，Go。好，挡人。好，准备投篮，篮板球。哇！准备投篮，篮板球。哇！对，好。大概记得这样的模式，我们等一下就用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去实战演练 ，OK 吗？好。来，准备听我哨音，比赛开始。教练在讲话的时候不可以回嘴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再一次，我们要做到尽为止，不要做那么多无谓的动作。好 ，Go， 好，挡人，好，准备投篮，篮板球，哇，准备投篮，篮板球，哇，对，好。大概记得这样的模式，我们等一下就用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去实战演练 ，OK 吗？好。来，准备听我哨音，比赛开始。好，对，哪边？好，球权转换。来，球权转换。对。哎，方田，好球，方田，有，有，方田，方田，方田在忙什么？好球，方田，哎，方田忙什么？方田，方田，快点，别打了，郑凯，拦截赛，别打了，郑凯，拦截赛，别打了，郑凯，拦截赛。丰田开始衍生去了。挡拆，挡拆，丰田挡拆，挡拆，挡挡挡你，挡你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要挡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我挡，我挡，丰田，丰田挡人，你没有挡到人，丰田，我挡，我挡，丰田，丰田，我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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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挡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丰田摔在地上，没有犯规，起来，起来。不可能！啊！开！出界！出界！出界！加油！加油！比赛！不要给他们机会！不要给他们机会！一分就好了。他们只是一堆烂番薯臭鸟蛋。不！没关系，我们只要一分，不要放弃。不要被弯倒。一分而已。一分就好。讲了一个不知道的暗语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丰田挡人，平江乐挡人，挡人，挡人，我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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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有投篮就有机会，不要忘记了。好，又在这，现在正开头中。哎，暂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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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暂停，暂停！呀呀呀呀！我们先休息。教练，嗯，丰田，我们刚刚在挡人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是有做 pick and roll 吗？挡人的时候，对。那你不可以一直乱跑，你不用一直乱跑，你不会发现你现在很累吗？对，很累。对，你在稍微跟后方去准备在运球的时候，你再过去帮他挡个人，就这样，不用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就站好就好。少伟哥或是王权会站在原地运球，那防守者会站在原地。我跟你说，不要放水，不要放水。一分都不要让他们得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羞辱他们。OK， 我们要把他们羞辱到他们永远不敢进篮球场。记得大家记得，只要有投篮都有机会进球。好，对对，只要一直运球也，只要有机会都可以投篮。那我们只要一分就好了。来来，
一二三，叫叫叫！好，准备上一场继续比赛，预备。挡人，挡人，挡人！可以，可以，两个都可以挡，挡到人，要挡到人。挡到了，好点，我来抢人，好点，我挡了。记得。喘成这样，好不好？但是他关键的进球，那当然，丰田有是做了蛮好的掩护。那王娟当然就是一个做诱饵，对，欺敌战术，捣乱，对，捣乱到吗？就想他，就在我们对喊完战术之后，我们马上成功执行了战术。今天他们三个人，你觉得其实你看他们三个人的位置，刚好就是一个后卫，一个前锋，一个不怎么样的中锋，嗯，有没有？但是所以等于说他们今天这个整个位置呢，他们特别的好。对，那每个人也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你看，少伟哥今天的不管他的投篮、他的上篮都做得很好。那其实我觉得王轩他今天在传球上面也有不错的回应。哦。对，那丰田就是继续持续他，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吸引大家的眼睛。乱拳打死老师。乱拳打死老师傅。嗯。对，我觉得不错。今天，你们三位真的可以消失在篮球界，真的真的。所以要问一下小安老师，我们到底今天三国队员有没有完成今天课外活动？哦，虽然他们在就是最终比赛可能不如预期，但是他们在训练当中以及最后面有完成我们的一些符合我们的达标，那有完成我们的课外活动是可以的。哦、完成了！ Yeah! 太好了，那就少伟哥宣布我们今天课外活动正式成功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台铭球员， yeah, 谢谢， yeah, 三国又有。